对呀、啊，怎么吹到啊？脑袋错分这里。哎。那么好的酒，怎么是一个大老板来了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我看啊，果然是大老板来了吧？哎呀，我看，哎呀，那以后在村里面，哎呀，谁看不起我？长辈都说我好有钱，有啥好钱，好吃懒做，真的是那些王八蛋！哎呦，那些王八蛋都不跟我玩。哎呀，现在我有钱了，看来跟不跟我玩，到时候我都不跟你玩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个大老板，哎，这个死胖子。真的是，真的是叫风水轮流转了、啊，十个光头九个富，哎呀，哎呀，从来没见到那么多钱呢，哎呀，你们说老板呢？哎呀，你们好挣钱了吧？给我们一块一点点无所谓啊，到时候我也娶个老婆。看你要在村里面还有谁瞧不起我？真的是，哎呀，就把桥子那么亮，你不说还不行。到时候开这台车去泡妞，只要有钱就有车了。来，我那么重呢，死胖子！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啦？这个美女，这回是我大哥来的。你大哥啊，那他怎么了？哎，他刚刚摔跤，该就摔跤了。哦，他刚刚摔跤吗？那打电话就救护车啊！我给你打了，打了120了。打了。哦，你报了保险了啊？这样子啊？你要不你先帮我，来着，来来来，救你下啊！哦，行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、啊？水就到了。我了，两边都救了，该就注意一点。嗯。应该没事吧？真的，真的打电话来着。是啊，120马上就来了。哎呀，不要！谢谢你啊。就车是你的。是啊。那要不要帮你扛到车？这里太菜了。120已经过来了，再说了好啊，送来去也不方便是吧？这样子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不要在这里看了啊，你长得太漂亮了。那你在这里看，等一下搞那个管涌过来看，等一下搞那。因为会堵住那个交通规则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样啊，你走吧，谢谢你啊。真的不用帮忙啊？不用了。注意安全了。知道了啊。这局倒是稳。醒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睡在这里啊？哎呀，起来！哎呀，没有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头好晕啊！头晕了？我躺在这里啊，是不是磕到了？哎呀，这里好痛！摔痛了？刚才好像被人敲了一棍。有人敲你？我的包呢？好，我的车呢？
啊，我没看到你的车不？哎呀，我来包好多钱呐、啊！我就看到你躺在这里啊，是不是你？啊，是不是把我的钱拿走了？啊，把我的车开走了？怎么还有车啊？我刚刚我去领菜，然后回来我就看到你睡在这里，我怎么也没看到啊？没看到你的包。我一醒来就看到你，肯定就是你拿了我的钱，开走了我的车。到底怎么回事嘛？你先说清楚一下嘛。刚才我开车进来，那台摩托车是吧？是啊，有一台摩托车在这里挡住路，然后我就想把它挪开，然后好像忽然间有一个人敲了我一棍，我就晕过去了，醒来我就看到你了，然后我钱车也不见了，你说把我的钱打去哪里了？不是我啊，大哥，我是……哎呀，我那个钱是等着去女朋友家定亲用的，好几十万呢、啊。那你去外地了？是啊。我看到你的车啊！哎呀，你快点赔我的钱，把我钱拿走，拿去哪里啊？我没有拿你的，真的大哥，我只是看到你一个人睡在这里，那台摩托车是不是你的？哎呀，世上哪里有那么多好心人？你快点把我的钱拿出来！大哥，你不要误会啊！你快拿出来！大哥，你……哎呀，我的钱呢、啊？我的车啊！要不就这样吧，大哥，我帮你打电话叫我村长就来，等一下他那里有监控的，等一下他。查一下天空，看一下有监控啊！是啊，快点！哎呀，急死我了！我好几十万呢、啊，还有我的车啊，我的车也是新的。喂，村长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在我们村口进来拐弯这里啊，有一个大哥，他说来我们村这里相亲，他现在他说那个车不见了，那个包几十万也不见了，他现在呢，哎，我好像叫他醒来。他现在赖我啊，你出来帮我收一下账啊，那里不是有监控吗？那你快点啊！大哥，不要激动。肯定是你们这里的人。哎呀，拜拜，姐姐啊！哎呀，村长来了。你是村长啊？各位大哥。哎呀，你看你，我刚才在你们村这里被人敲晕了，然后那个钱还有车都不见了，好几十万了，我这个钱等着去订婚用的。先不要着急，我们这里有监控。我能不着急吗？现在法治社会，我村院长绝对是逃不了的。有监控啊？有监控啊，我们村现在有监控，让你看一下。哎呀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原来你是被拦路抢劫了。这是个光头来的。那光头也太坏了。现在什么社会还有这种事啊？哦，这个光头我知道，就是国碑村那个石头村那边的。那好说。是啊，新疆受案的。那你看起来一个光头，个子也不高。等一下，直接跟着我们去派出所把这个监控。怎么有这种事啊？监控给派出所。啊，赶紧不掉的，赶紧去啊，去报警。哎，好吧，去吧，我报也。好，谢啊，谢谢你们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的手机啊。喂，哦，这台手机是你的？哦，那你快过来吧，就在这个后车厅这里。那你半个钟要到这边了，你在哪里呀？现在我要赶时间了，我要去见客户了，我没时间了，就给你半个小时啊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在这里等你。啊！大哥，刚刚我那个有个手机不见了，你有没有捡到？我刚刚打电话过来的。那你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？一个绿色的那个手机壳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绿色的。是啊，一个国产的手机。国产的。是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的手机。怎么那么大意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不小心掉了，多谢你帮我捡的这个手机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大哥，不对啊，我这个手机怎么坏了？这个屏幕，你看。怎么？我刚刚我捡起来看到这里，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个手机平时摔都不会摔坏的，再说现在这个屏幕坏了，是不是你搞坏我的呀？
我没有搞到你哦，本来就捡起来就这样子的，你是不是刚刚摔坏了？怎么可能，肯定就是你。哎，你搞坏我手机，我这个手机这个屏幕啊，换了可能要花700-800块钱换了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把赔钱给我。你怎么能这样子啊？那你这样，那不是吗？你搞坏了我手机，你不应该赔钱给我吗？我好心在这里帮你捡到，在这里还帮你过来拿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人家都不还给你了。哎呀，你现在你手机坏了，要怪到我来啊！你有这么好心，肯定是你刚刚我手机掉的时候，你刚好捡到了，发现屏幕坏了。要刚说那时候我打电话过来，你就想要把手机还给我而已。因为这个屏幕坏了，要换钱也换不了多少钱了，是不是？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说吧，屏幕啊，至少要800块钱了，你赔800块钱给我。我现在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碰瓷的、啊、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说话的？你搞这台手机就要你来装我啊？你这个没有这样你说法的。你先别走。哎呀，你放手啊！我要急着。你搞坏我手机，你不赔钱给我啊？你先走啊！还想要我赔钱啊？你不赔钱，你走不了啊！800块，800块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要急着去见客户啊。没有800块钱，你走不了，手机都被你搞坏了。我好心帮你捡起来，你就说我搞坏你了。你把你的手机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？我本来好好的手机被你搞坏了，你还不想赔钱啊？哎呀，我好心帮你捡，你还现在你还讹上我了。赶紧滚，要不然等下你走不了了。你说800块钱一分都没有少。哎呀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你放走啊，我不跟你计较啊，你。我就不放了，怎么的？啊？搞坏我手机，你还不想赔钱了、啊、你？那你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赔啊，800块。没有的赔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能赚钱，你不要搞坏我的礼物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的。你赔不赔？我那礼物要送给客户的啊！你不赔，你走不了。我跟你说，手机都给搞坏了，还不想赔你？哎呀，我就不能惯着你这种人。